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护国神山珊珊老师。行情给有准备的人，标股给有卡位的人。哇哦，今天你喜欢台股吗？台股再创历史新高。今天首先与所有人来分享，我全收了 all in。 今天21567点，本来是21515，我步步高升。今天这根线大阳线，而直接飙了315点。在昨天与前天的节目当中，我特别的讲两条轨道线给各位，上图下破，因为本间 K 线里面的连续多星就是一种转折待变，因此我请所有人好好的霸占，好好的卡位，好好的准备。今天我又是市场上的赢家，当然要说这句话要负责任。首先我先让各位看一下这张股票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部费功夫，亮灯涨停达发，我辛苦耕耘了 N 百段，所有人都记得600块、500块、400块的打发，从去年的400到现在的762，这一段所有人都记得是我珊珊的杰作。我想要说这句话，当然要有证据。从去年我所给各位的资料，多次都有打发，这个时候就以这张来做一个交代。请看最明确的11月400多，再来2月500多，再来3月的600多，我想这些都有给各位精准的资料，并且把它的内容写在那份的资料里面。从这边到这边，您知道吗？这一段的过程让各位看到大家的心态，很多人买到这里，看到这边久盘不涨就卖掉，很多人冲到这边卖光光了，这边在盘整当中不知道接回。有些人因为就追到这边急杀，跌到这边砍出来，深不知这边又是另外一段的一个飙涨点。当然从这一次这个地方尖尖的反转，很多人又买在这里杀到这里，从这边挡住不用，我就把它遮给各位看。如果你光看这一段，你会从这边砍到这，因为看起来像一座山。但是有没有发现，抖一抖，抖一抖，穿高。一个英雄要被人家称为英雄，中间要有无数的努力过程。就像一档股票，绝对不会天上掉下来，也要你用心去买，用心去经营，用心去忍受它中间的过程。但是这所有的一切，我都在节目中讲过。本间 K 线最在乎的是形态学组合，很多人只看单一 K 线，你不喜欢它，就如同昨天的打发，你一定不喜欢它。但是今天全部跑进去，谢谢，我全部倒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万般耕耘未喷出，万般耕耘未收获，因为这是我第一个目标价。我本来就有设定打发在760跟780这个range当中，我准备要出货。那么今天直接量这么大，直接拉涨停，那我就顺势先出，因为我耕耘这么一大段，所以我讲这个话是有根据的。之前有拿过我的资料，绝对有这几段呐。今天一次倒光，谢谢，谢谢，这么大的量，这么大的量。我讲过，任何的股票有量有价才能够进出，所以我不做那个几百张的股票。OK， 所以今天这是我第一个获胜的一个法宝。再来。今天我到底还做了哪些事情？今天卖了达发，我转了这档股票，稍后再告诉你。但是呢，今天这档股票呢，来也是很可爱的一件事情。小胖卡开出来，我想这一波300几、310，那天我有讲啊，这时候赶快来参考一下。我想他技术高超的事情大家都还记得，那我今天顺势小胖卡开出来，小胖卡是卖一半的意思。那为什么要卖一半呢？稍后我做解释。
当然这个地方呢还有一档股票，我也觉得我很开心，我把洪家军这档股票呢今天短暂先割爱一下，我换现金，但是在换现金的同时我转了另外一档股票。我先让各位看今天这档股票运钞车开出来，当各位才惊觉今天台股暴涨，我多档开运钞车开小胖卡。当然讲到这个我还是要得负责，不能说挂这边哦，高价股总代理，然后你这是什么哦，有凭有据。不管你喜欢洪家军啊还是喜欢高价股，我想分享一下，不多，3块钱，但是各位都记得台股一个月前发生过崩跌1000点那一天，140那一天我全力扫货红海，到现在做了 N 百段，今天也谢谢这么多大脚再度回来5.5万张，抱不住的人赚不到。当然高价股总要负责一下，我一定负责，因为我真的有做这一档股票。不管天气转凉，天气很热，总需要散热跟空调。当然另外一档股票很多人等会我现在先拿，那你要先给我按赞我才要拿，因为这一档我又赢了。呼，对，记得吗？等会拿资料你绝对记得。在昨天全市场最瞩目的就是我的股票，为什么？因为万般耕耘未喷出，这档呢跟天气股有关的散热既然昨天喷涨停，那么今天没有涨停，尾盘还杀1块钱，你喜欢吗？早上喷到外太空109.5，这档啊，我要讲你的心呐、啊。今天如果追到109的109.5，收盘只有104，你短套。但是我从70几、80几、90几、100买到现在，我最大的赢家。好，这些所有事情都会再讲。首先，大盘。今天创高了，明天会不会更高？那辉达今天会不会发表什么样的 surprise 的东西？还是不好？看一下，台股今天再创历史高，大阳线总共涨了315点，最高最高这个，但是历史高嘛，一定比昨天高。那这个地方啊，我直接弄一下，这个21248，昨天是21131，换句话根本没有跌破。昨天的第一点啊，昨天是黑十字。那我昨天讲什么？我想这个时候勾起所有人的记忆。昨天我讲过，到了这一段连续多星，而且是高档，好拉近。因为这几天的线都这么扁，也没有几乎看不到，因为很扁，颜色很淡。所以这种线我也跟各位说过，转折待变。但是后面这三天呢，一直处在这里，并没有越过哦这根最高点的高点，所以呢，我请各位注意的最高点跟这边啊、哦，这个叫上图下破。然而我昨天特别交代，明日就今天非常关键，因为三日没有攻高，到了昨天为止，形态高档连续多星，给各位两个关键价。那今天很显然再创高，有过21515。那么昨天呢，我讲过这几个概念。昨天整场是弱势的盘整，那么再收标准黑十字。特别的是，昨天并没有过前日高点，也没有破前日低点。我解盘，任何一个蛛丝马迹都把你抓出来，这叫做多空两相望，多空交战，到底换手再换手，最后谁会赢？请看，明日准备上图下破，论大盘的强弱度。那我当时也讲过，上图中继在涨，对不对？下破就回撤20000，我讲过的话啊。结果今天发生什么事？哇，真的大阳线奋起上图格局。我想这种解盘呢、啊，全天下找不到第二位，把你画好了。结果今天突破了，今天拉出这根线，哇，近实体啊，但有一点点上虚虚。这个线呢，就像我刚才讲的大阳线啊，大阳线。那么今天为什么台股会这样？当然也要谢谢这个辉达啊，财报将公布，今天似乎呢这个市场上开始押宝行情。那晚一点就会知道了。那现在大家都会押宝了。那但是很多的供应链是台湾的啊，台厂的，所以呢，台湾之光啊，很多档都是形态中继在涨。我有讲过，只要被它翻盘。中继在涨啊，今天形态就中继在涨。
还有一个重点呢，台股在喷历史高，大家都知道了。那么几个重点提示了，明日开高开低请注意了。明日开高需开高走高过今天高点，有些许的上影线，行情续喷不回头，否则自己反过来。那么明天开低注意的关键价拿出来，这个21408虚守关键价，易震荡在走间，否则回撤下破点。下破点在哪里呢？我想要再勾起各位的记忆，好不好？上图下破点。我想盘就是这样，那你知道盘，你就知道当今主流。每一轮的主流不一样，但是你如何选股，我常常在讲，很多人看指数做股票，你的股票都没有涨，然后指数一直涨，然后呢，你不看指数呢，去听名牌，结果呢，都买到最高点，所以呢，听我的会比较好一点。然后这个呢，当然我把护国神山给抓出来了，护国神山也逃不过本间 K 线的形态学。今天滚量3.6万张，尾盘再敲3000张，护国神山创历史高865。讲到护国神山，各位要给我按起双拇指。我昨天特别讲，只要台股权重股一动，台股指数很好看；不动就很丑。当护国神山在动的时候，整个就不一样。更何况我昨天怎么讲护国神山，今天长这样，应该的。昨天这样。前天这样520收平，我特别呢昨天有讲到一个概念，520的时候呢补缺口收红十字，补这边缺口收红十字，所以我说次日上图下破。那结果呢到了昨天没有上图没下破，但是这里有蹊跷，收实体红，所以呢昨天的台积电比大盘还要强，所以它先收实体，我昨天有讲过。好，然而呢这个地方好玩了，连台积电能准成这个样子，我说这个十字啊，准备变盘往上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比大盘强啊，这个线型。就今天呢，量有出来，比昨天前天都还多，比大前天都还多，喷到外太空865。所以啊，所有的一切，大型股、重型股、小型股，主力在想什么？三大法人在想什么？连美国的股票我都有研究。因为我要知道美国在流行什么，会带动台股怎么样，或者是美国辉达怎么样，超微美超微怎么样，跟台股都有很相关的供应链。所以为什么我选股能够比各位还要精准，来自于我用心我专业。所以呢这些概念听得进去的话，在这边请你做好准备，下一节一定要看过来 all in。 我到底要 all in 什么，我先跟各位破解一下，我下一节会针对这些股票来讲。我今天卖了这一档，我转哪一档？我转哪一档？大脚门非看不可。而我今天卖了这一档，我转哪一档？所有人都要准备好。而我今天这些股票我怎么处理？这个股票我到底在做什么？等会，请你做好准备。就让我告诉马进来。轮源投顾和分析师今年本间 K 线88种形态，透析阴阳 K 线的奥秘，为投资朋友掌握多空趋势转折，创造人生财富。咨询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人生如股市，变化莫测，时高时低。股市如人生，乐极生悲，否极泰来。唯有客观分析，精准研判，才能成为市场最大赢家。让何老师带您掌握市场趋势，创造人生财富。轮源致富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，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。今天全市场都在封一个东西，机器人。谁是市场上领先者？请看3月份就给你秀机器人，机器人大订单，机器人大订单，3月21号。那你为什么不耕耘？看他市场报道才要一个赢家，
一定是买在还没有爆喷之前。今天爆喷了，我一次收割。运钞车开出来，哇，不动就不动，一动好惊人，69块，哇！昨天你要他吗？不要啦，笨笨的嘞。哦，今天每个人都要排队，排队买都买不到，你排什么啊？早买就好啦。唉，要感谢我买得到的人，我今天卖掉，感谢我，你们才买得到。昨天你要吗？哎呦，一条线好丑哦，没量没价呢。人哦就是这样，520，这样没量呢。大脚们，快来预约哦！那天600多哎，有没有600多哎？大脚们，哎，我看起来就不会动呢。521连续多星，昨天哦，画这个收敛。大脚们要不要预约？不预约没了。今天，吼，攻顶，全数获利落袋，够爽快的吧？光这一段就好，这边这边这边我都有买过啦。啊，这个都你们去查资料，我都有买过。今天这个量把它倒了，就卖掉。有钱明天再买都可以啊，但是你没钱都买不了任何一档股票。161这一段就好，这一段就好，161，可以吗？所以啊，三太总代理三趟啦，这个历史的痕迹啦，讲不完的，自己看。有从11月份拿资料拿到现在，请你对一下，我有几次讲这档股票 ？OK， 今天全收割，谢谢。明天会不会再买？来预约。这档转哪一档？来来来，大脚们看过来，不看你就亏大了，一定要看哦。来，很简单的股票，华硕，没有人不认识啦。哇，涨33块！对呀，只要我一出马，哇，大飙。滚掉20000张，500多块，滚掉20000张不简单呢。尾盘买600，900，960，哎，哇，全收了。结果你看，这种鸟线，我今天一敲就这样子拉，喷到外太空。所以你看，形态组合很重要。这里形态叫什么？万般打底，为怎么样？为喷出嘛。那问题是你要买在哪边嘛？你买到这边，它砍到这边刚好没了 ，over。我今天一买就冲出封锁线了，大脚。而且今天这个大脚还没有完全进来，所以呢，后续可用之兵还很多。商机来的钱财就来，参考一下。好，讲到这个呢，来，这档呢，小胖卡开出来，小胖卡开出来，你们都不要了哈，啊，都想听名牌了。我说过我没有名牌了，我都直接听牌了。然后什么名牌？我从来没有名牌，我从来没有名牌哦，我从来没有名牌啊，从来没有名牌。5月14接力实力，5月17，哇，然后就直接公开了，对不对？从这边涨到这边了，接力实力，他技能很高超，叫谁？对啊。阿多在狂买啊！啊，结果嘞，5月20，331，完美大底。我还讲这句话哦，讲这句话。5月21，连续新啊，连续新，从这边涨到18块。今天呢，比较温吞一点了，啊，我先调节一半了，啊。你看，我先调节一半，因为这个线呢，可强也可弱，所以呢，我进可攻，退可守，调一半。那明天另外一半，我要买还卖，来预约一下。我都有解释哦，哦，不是今天我赚多就要卖或是怎样，我都有跟你讲来龙去脉，形态学很重要。啊，这个卖一半转什么呢？来来来，看过来看过来，眼睛睁大一点，来来，没有看到你会亏大了。来，我直接跟你讲，当今主流产品，看一下，讯息全力扫货，4.3倍，大脚喜欢来我家，4.3倍，封装矽光子概念，今天中红 V 字形，这边横盘，这边在收敛，全收了，大脚又来我家，大脚又来我家。我买股票，我跟各位讲，每个人只有一套资金，你不可以买十几档，我就3-5档，每组会员3-5档，就这样，因为资金大买高一点的，资金小买小一点的，
不要总不能叫你，你只有十万块去买那个台积电也不行嘛，对不对？那个概念应该知道了哈。OK， 好，那这时候来这档红准运钞车开出来了，为什么呢？开运钞车啊，昨天开小胖卡卖一半呢、啊，昨天滚量4.5万张，我讲过了。那我今天要定夺，另外一半要买还是要卖啊？结果定夺了，今天直接卖掉了，直接卖掉。所以你看，我做股票是有策略、有方法的。当行情没有滚，你们都不要啊，喷出来每个人都要连续新线，我讲得很清楚，连续新线，哇，冲出封锁线，你一定是要布局卡位嘛，冲出封锁线再定夺是要买还是要再追嘛，对不对？那你连动作都不动作，当然就没得赚嘛。那今天呢，没过好，全部倒光了。你昨天拉这么强，今天要续攻啊？没有，连攻都不攻啊，不用讲了，先卖了。那昨天这一段6块好了，今天这个5块了。手续费自己算好不好？好，然后转哪一档来？还是一样，老话一句，笔画简单，笔画简单，商机来，钱财就来，赶快来霸占啊！凹洞量滚量喷出，再甩叫凹洞滚量，要你赶快过来啊！不然讲半天也没有用啊！到时候说啊，早知道打法怎么样，早知道这个。很多人都喜欢在后面讲，后面后悔啊！等到市场上公布才要去追啊，那光打发就好了啊！今天去追啊，保佑明天继续涨，当然是 OK 啦。那但是如果不涨嘞，你又被短套。那光讲到这档股票，就可以讲你们呐，平常不买啊，今天哦，昨天哦，跟今天一定去追这档，你中奖了没？讲今天就好了，104收盘，追到109、108、107的啊，短套嘛，这事实嘛，谁叫你去追？我之前叫你买，因为不理我啦。4月16，记紧在哪里？这段过程每个人都记得。卖了之后，次日再告诉你要赶快买回来，你都不要理我，然后就一直听名牌，然后说这股票不好。现在全市场最瞩目就是散热、散热再散热。那结果嘞？结果不动就不动哦。哇，开始动一点点了。好，这样翻好了。哦，开始动一点点了。哇，直接碰到101，好，卖一半。那昨天我说另外一半没动嘛，对不对？他要涨给他涨嘛，就给他涨啊！哦，要涨停锁起来嘞！啊，今天啊，今天这边洗刷刷、洗刷洗刷刷的尾盘这样啊，明天要怎么办？赶快来预约，有这张股票会有现金来预约，好不好？好，昨天呢，这个之前讲到探底啊，这个啦，大家都还记得这些故事啊，哈啊，这个是实战经验啊，你们不要我也没办法，就这样上去一段两段。结果呢？今天到这边最高109.5，昨天我已经讲过了，我该怎么做我都跟你们讲清清楚楚的。好、哦，这个量，结果今天再算一下，哎呦，第一段25，第二段26，棒！有现金有钱的，还有股票的，来问一下。那这时候我要讲这个了哦，这个，奇宏你要一支吗？奇宏最威的是哪里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没涨停，你就说不喜欢。我叫各位算数算一下，今天10块，昨天涨12块，昨天12加今天10块，答案是多少？22。昨天到今天涨22块，可以啊？你要一只吗？你要一只吗？你要一只吗？哎呦，都不要半只，看起来笨笨的嘞。我涨上来都不笨哦，没货快补，我已经讲过，520没货快补。521涨12块啊，今天再涨10块，这种啊，我再讲一遍，技术教学，不动就不动，一动绝对很惊人，因为红色 K 量都还没出来，所以后头可用之兵还很多。你要知道概念就是如此。当然这时候呢，这档你看剩下30秒，我有赚那么多钱的，我都很含蓄呀、啊。今天这样，昨天这样，啊，之前你要不要我不知道啦。告诉你全收的，没人要理我。价涨 K 黑，美超为概念股。就今天呢，这边到这边涨11块，刚开始大家都在我家，我家风水好，大家都喜欢我家，你去谁家都没有用。所以呢，不管如何，我今天讲的明示暗示我都直接讲，我要 all in， 然后这张股票参考一下，好不好？这时候呢，赶快把这方案自己拿到了，扣我也可以的，赶快播这个扣我都可以啦。祝大家做股票天天一直赚。
本投顾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